有的时候一道简简单单的傣族菜能让您吃下好几碗饭，能让您的老婆对你刮目相看，就如我面前这一道傣味柠檬手撕鸡。砂锅是煮鸡的关键，山泉水也可以锦上添花，当然一只好土鸡也是少不了的。姜片葱段可以去腥提鲜，盖上锅盖小火慢慢焖煮，煮鸡的过程中建议不要偷懒，抓紧时间拌料，依次加入切好的姜末、切好的蒜末、小米辣碎、老米盐碎、小香菜，加入外婆炼好的辣椒油，用力拧开傣味鲜辣酱，用筷子狠狠地多放一些，如果不能吃辣的话就适量哦。加入红萝卜丝，如果经济允许的情况下，倒入3毛钱的酱油，挤上2个泰国或者缅甸的老品种小黄梨，用傣族的老筷子多搅拌几下。我猜你拌佐料的时候会和我一样忍不住砸一下筷子，这味道真的太爽了。砂锅炖的鸡，鸡皮不烂，其实里面已经熟了，想要鸡皮 Q 弹的话，记得过一下凉水，鸡肉撕开一股香味扑鼻而来，相信你应该和我一样是含着口水把鸡肉撕完的。倒入我们准备好的酸辣酱汁，稍微多拌几下，傣家柠檬手撕鸡就搞定了。你学会了吗？真香啊！